欢迎来到伤心镇，镇上人口就我一个。欢迎来到英雄联盟。福爷哥嘛，还行。我的意思是，反正他怎样都，是吧？碾碎他。终于来了一把不卡的威古斯，可以啊。那是什么英雄？熬夜波比。啊！全军出击！黄纸中单啊，要不算了吧，我反正哼，黑影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几乎快要不讨厌你了。哎，居然戳到了。要回家呀，那能行吗？重扣。重扣。哟，大他点套点盐平衡一下是。瞧不起我熬夜波比。行了行了，在路上了。嗯，好了。本来我够一个小小绿药瓶了都。有事了再叫醒我吧。哎，我到了，我最好是闪现 W 踩的。点一下，一下点炸，被动触发，再点一下 ，Q， 哎，刚才 Q 中了吗 ？Q 中为啥没触发黑暗收割呀？炸！哎，冲击波点，是不螳螂要来了？看他这个样子，好像是的。我的情况不应该叫离家出走，应该说是不好杀呀，没蓝了。对，真是的。等着黑暗收割，马上好。这人咋这么不怕死呢？旁边有人也不至于就这样式的吧？
你根本不懂我。一口我。给我冷静。那不能让他走，也别说长大就好了。杀口，给我杀杀口，漂亮，太他妈猖狂了。他咋的？我也不换了，给我换掉。给我减速了一下，让塔多砸了我一下子。英雄蓝不太够用。再来一次，好耶！中！靠，这都没中。哎，不是我，为啥大招？基地好了呀，卡 bug 了。我靠，影魔刀是什么东西啊？躲掉了。挺会躲呀。刚才这能给我躲掉，我没想到啊。怎样都行。这皇子他妈一共补了十个兵的人。咱也不知道这人到底搁那干啥呢，就很奇怪。真的好奇怪啊，这一共补了十个刀，一刀不补。来，你上我下，傻子，小刀拉屁股。也该让大家扫兴了。打不了闪可以，不太清楚，可以试试。我刚才那个 R 绝对是 bug 了 ，EUG 了。我真的没有交朋友的需要。这英雄感觉杀人不好杀呀。太猥琐了，不太好杀。你不该笑那么多。挺能躲呀，走位不错呀，这么喜欢走位吗？玩中单他妈补十六个兵，你玩了干嘛呢？中单，那中单你都不如去玩辅助，纯精神病啊！这皇子啊，我操了，我跟他对个线，我倒八辈子霉呀！傻笑了。我觉得要给你改个名字了，中飞梅吧。炸！再中。别中了。你运气真好，做鬼可太苦。
大招也放着。如果你在死的一瞬间把大招放出来，那种刷新的大招好像就会重置，你知道吧？好像是 bug， 我给提交个 bug。好家伙，还没咋地呢，这 bug 就让我给碰上了。闪现杀手，你是在笑吧？27个兵，我们家亚索28个兵。咱也不知道他为啥要打中单，就一个兵不补，怪。好快的清兵速度，把一血塔拿了。还有影魔刀吗？对呀，我昨天也是这身，有意见吗？不知道，试试看吧。看着没？哎。没重置。嗯，那可能是要一个什么契机。第一波也用了呀，第一波也是用了，然后重置了。啊，黑影，来背我吧！Unstoppable。恶心人了啊！稍微有点恶心人了。我一点也不可爱，我一点也不可爱，而且还极其病态。本来我可以去下路的这一波，然后我蓝没打掉，下路去不了了。看看啊，感觉可以搞，可以搞，可以搞。区是给足了，但是没有什么后续。
哥，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酷。怎么打着打着，还有点裂了呢？啊？毁他！我冻住！冻！我狗头人，我冲狗头人！无尾！冻一下！冻！炸！小黄毛没回家，把它卖了吧，卖了买个钉，无字天书了，哎呀，别着急呀。狗头人，哎呦我操，42个兵的皇子，356的。真能抢。哎，我咋没飞过去呢？哎呀，消失了！我没再看好底下的那个条，这啥玩意儿了？这玩的啥呀？我天！我寻思等一等呢，他怎么消失了呢？他条几秒啊？操了，才标记4秒吗？本来这波我天秀啊，我真服了。不是很够熟练啊。谁黑电视本瑞了？造点人光再造，后风搁哪呢？在那里。干的！别折腾了！操！一坑子，点了下。十层美甲窃魂卷了。既然我不开心，大家也不
哎，这还有一个呢，还有个盒呢，那我就不去了。我的猫子还差了300块钱，我得来个猫子。这都没补着吗？我补你妹！给你们秒一个，正好差200。小黄毛出来一下子吧，或者是火蓝，这都可以。什么时候才能完事儿啊？完了，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这么有暗？没人吗？点啥呀？希望这兜帽能把我的脸全挡上。咋到？又少了一个要处理的人。打到感觉螳螂也杀。白上。他们家小黄毛好狂哦，我觉得我得秒他一波了，我不秒他，他有点太狂了，他不知道比了，他是根本不知道我熬夜波比的厉害呀。黑影，你淡定一点，我才板脸色呢。来个法传棒。这刀锋怎么穿回来的？我操，这都能让他给穿回来？哎呀，我没点切魂卷呢。我的美甲切魂卷。凭啥走人家脸上？我有钉啊，为什么不能走他脸上？凭什么？你问我凭什么？我就乐意走。不行。这就要起床了。你走就走了，你还跟我说凭什么？哎，我刚才看好像他那个跳弹跳不过来呀。英雄
基地其实有点长。我要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的无所谓。或者算了。小黄毛，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哦。哎呀，熬夜波比正在路上。别着急，爬过来，再给他，一下，再给他。爬囊位置没有预判到。看我多可爱。我站着让你打不了，你就打不了，不打。亚索为什么是躺杀？用光。放炮点燃。害怕吗？刀锋可太吓人了，干哈呢？大小兵泄愤是吧？熬夜波比正在路上，给他放一波不放。我炸一扣接钉，一扣接钉。怎么给我晕的那么快呢？那火蓝晕我晕那么快吗？我飞过去直接给我晕了。杀人书换世界专注，25层杀人书就卖了呀，不要了。要不丁不要了，也不行，这英雄得要个底。永霜没用，要炉灯，炉灯更懒，炉灯还不如面具。我用过，把这打了吧。哪里有彩虹，哪里就是风雨。来杀一只小黄毛。他们家好几个人打仗，我去来波1v5啊。干死了，有点脆。RW 螳螂就死了。其实我觉得这英雄不需要鞋，可以把鞋给换了。或者要不然永霜换一个，永霜换个暗夜收割者，但蓝不够啊，920蓝够干啥的呀？啥也不够干的。说真的，难得蓝天汉的苦楚还行，
来个苦楚吧。Enemy killing spree。我飞哈哇抓客再来一个你这个杀口想来骂我想五杀啊你这个杀口你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儿，我就说句实话，根本也不干人事儿啊！你是真是不干人事儿啊，这傻子！你真是好兄弟！你别跟我在这装，还惩戒炮车是吧？还惩戒炮车，你是一点事儿也不干，一点好事儿也不干。我蓝 buff 打剩一身血，咔一个小平 A 把我蓝给收了。要拿手五杀，咔一个小平 A 给我五杀。